交通广播的节目呢，从零点开始，现在我们已经直播四个小时了。在这个时段，我们应该听什么歌？摇篮曲，演唱者邓超。哥，你现在最想听的一首歌是什么？脑子里突然想到的，周董的歌。你说，我也是。雨下一整晚，我是一路向北。王冕，你会推荐谁的歌啊？我可能会听周董的歌。啊、哦，真的好听！对，周董的歌太好听了。对，都在说周董。我会听妈妈的话。你不觉得深夜的时候，你听妈妈的话，你就好？那我睡了，我听话。真的对。那我们就来听听看，妈妈在深夜里一般都跟你聊点啥？听妈妈的话。呜、哦，来吧，呜、哦，这个可以。Go， 小朋友。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大大的飞机，一台旧旧录音机，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我会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。那都是童年的回忆啊。结束。